醒了，来坐会儿。啊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啊，我这不秋天了吗？我上火了，没事。喝点水。哎，张天啊，你昨晚真厉害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昨晚不在那屋和他们。对呀，我们昨晚在那屋打扑克，你可厉害了，你忘了？这个确实。你咋不接？我前男友，我都给他拉黑了，老换号打给我。要不，你帮我接吧。要不然他会一直缠着我。喂，对，这是白昼电话。你以后别再给他打了，你们已经分手了，能明白吗？我是谁？我是他男朋友。我警告你，我练过散打，听见没？赶紧滚！打了。你练过散打呀？不是。那他以后再打给我怎么办呀？这都是形容你的长发。男朋友。原谅我不可自拔，可能不经意。